听说过大型情景诗朗诵吗？没有。下面给各位老师来一个。蓝蓝的天空，云和雨，有只小白船，船上有棵怪蕊花树。 你能用汪峰的声音告问我们一遍吗？汪峰的声音，老师，我干了。你和他看雪看月亮，看了一整夜，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别拍了。